你会不会唱歌？流行。我在唱孤勇者。我唱一点点，对不对？七。开始。随便唱，随便唱一点，随便唱一点，一小段就好，不用整首，两句也可以。预备起。我忘记我想了。你会不会 B-box？ 那个噗嗤噗嗤的。看这边，看这边。你的德国名字叫什么 ？Lobin。Lobin。那爸爸的德国名字？我不能叫那个名字，但是。不是。你的名字我爸的名字不行叫。是。我叫什么？我爸的名字不行叫，我会被。你要，你爸爸要放在你的后面，你叫 Lobin 啊。对。比方说 Lobin Demo 或 Lobin Yahweh， 后面要放爸爸的，懂不懂？我爸爸都不知道。哦，你爸爸不晓得。哦。我爸叫薛仁豪，你会写薛仁豪吗？哦，薛仁豪，你叫。会写吗？你叫薛什么？叫薛少恩。我跟爸爸有薛，有同一个薛。哦、对。薛薛的。薛薛仁，薛少，薛仁好，薛少恩。那你平常喜欢打球吗？平常都喜欢一点点看手机啊，喜欢他们。平常我都在看手机，然后出来打完球去学校玩。哦，那会喜欢什么运动？篮球、足球、棒球、田径。对，我在学校只会玩。玩啊，都玩什么？都玩荡秋千、溜滑梯、攀爬架、哦、沙子。哦，沙子。有时候我都会踢足球跟玩篮球。那足球，足球有没有厉害？足球。那个王。一点点厉害呀、啊，那时候。王圣吉好像蛮会踢足球。那时候我跟修谦踢球的时候，修谦超强的、嗯，我踢一次呢，我进一次，然后修谦进到三分，他赢呢。哦。所以我输啊，一点点会踢啊。篮球，我在投那边哦，那个篮球，我在投那边会进、欸。你有跟郑宇翔打过球吗？打过，我跟郑宇翔打过球，都丢球嘛。就那时候跟他丢球嘛，我就丢给我就这样子嘛，一只手丢进哎、欸，我一只手没有丢进啊，把它进啊，那你们输了，你跟郑宇翔会不会吵架打架？不会啦，就一点点会吵架，然后打架都打那么多次。哦，打那么多次啊？对啊，他昨天早上我跟他打架嘞、欸，跟那个郑。郑翔跟那个什么王圣杰跟许晨曦，我跟许晨曦跟我嘛，然后郑翔跟王圣杰打气啊，王圣杰跟许晨曦打，然后郑翔跟我打气啊，我被打得很惨呢、欸，然后在那个什么王圣杰被打很惨呢、欸。啊，许晨曦超强，今天被打成都不想赢。许晨曦很烂的、欸，王圣杰打。许晨曦是几年级？一年级啦，跟我一样啦，八岁呢。许晨曦我七岁。哦。我都快八岁了。郑宇翔都大七小哦，他是四年级嘛。对啊，不过他几岁啦？应该郑宇翔都超过。他不是四年级。超过十岁了吧？哦，这样你很聪明啊，你蛮聪明的呢。你的功课好不好？不好啦，写错了。那时候写功课，老师一直打叉写错。嗯。但是你们过年有人会给你红包吗？哎，有200。谁都给你500。但是。人家包的钱就有200，有没有超过300哦？嗯，那你这样今年过年总共多少钱？加起来？加起来就超过。那个钟若琳，你知道吗？钟若琳。钟若琳。不知道。下面那个胖胖高高的哥哥。你说肚子吃很多方的。他就拿到全部开5000块。还有一个是邓麒麟，有听过吗？邓麒麟
没有了。他也是建琴的，他拿到快10000块。拿到10000块都快了，我爸都拿不起。我爸一次200块嘛，我超过。那你有没有存起来？没有，是给爸爸。哦。然后都超过几百了，800。然后就去买玩具，然后红包就没有啦。哦。然后我还买一个玩具，然后红包的钱都没有。你喜欢什么玩具？还是娃娃？我不喜欢娃，我喜欢玩具枪跟娃娃哥。你是玩具枪跟跑车跟。没，爸爸没给。跑车跟那个什么戴那个面具的那个。哦。爸爸有给。还有那个机器人的卡片。还有那个机器人拿枪那个。我最喜欢那个。你爸爸有给你买脚踏车吗？没有啦，脚踏车都很贵的，我都没有脚踏车啊。哦，你没有脚踏车啊？啊，什么骑脚踏车回去哦？我爸叫电摩嘞。啊？我爸叫电摩啊。电哦。啊，脚踏车要怎么带回去？你会骑脚踏车吗？会啊。哦。啊，骑两轮哦，差不多骑两轮，跟爸爸就坐。带绳子嘛，就拉着这样跟他后面绑起来，我就这样子坐那个脚踏，我去坐那边嘛，然后单车，我就这样子拿着嘛，这样子拿着在我们家可以哦。哦，哦，下次有那个旧的脚踏车再拿给你。我旧的脚踏车都坏掉，我还在建琴啊，我骑成坏掉了。被你骑坏掉？对啊。你怎么你都乱摔，还是借给人家？是，我自己骑嘛。然后我自己骑一直骑嘛，就要骑很快嘛，然后那个轮胎都快坏掉了。小台的还是大？那个、就是那个、小台还是大台的？就是那个螺丝都快坏掉了，我骑很快，那个螺丝就是阿公修好了，那个单车螺丝没有修很紧，那个轮胎竟然坏掉，然后阿公就把那个单车丢掉，就没有单车啦。就被你骑坏丢掉。不是啦，是阿公没有那个轮胎没有锁好那个螺丝，它才坏掉。哦。然后我那时把阿公再修一次嘛，那个，然后那个螺丝就是知道吗？他就给我骑嘛，我骑的时候那个轮胎给我爆掉了。嗯。然后阿公就丢掉了。你那么会骑哦，把它骑到螺丝松掉，轮胎又爆掉。不是啦。是阿公用的啦，我阿公。是阿公故意给他刺破。不对呀，对啦。阿公故意用坏，把你丢掉啊。你会饿吗？嗯。你会饿吗？你点点吗？你都快饿了呢。你爸爸没有做饭吗？没有。啊？你爸爸在干嘛？爸爸看手机啦。等一下，你爸爸没有煮饭给你吃啊？我在做糖果，忘记带来了。你爸爸有没有吃饭呢？没有。你叫爸爸做饭。我爸昨天早上有吃嘛，然后晚上我就饿啦。嗯。而我爸爸晚上就不煮，爸爸都不饿。你没有跟他讲你肚子饿？没有。你说肚子饿，他会不会做饭给你吃？他不是讲说昨天早上吃过了吗？然后就说不要吃。就说不要煮了。对呀、啊。你要不要吃那个水果？没什么。那个是泡的。东西哦，泡面。你拿一个水果吃嘛。这什么？泡面啊。要点泡面。你那么少？没有啦，那个是鱼呀、啊。哎，好暗哦。好暗。你是中午有没有吃？饿啊。中午吃什么？不知道。早上吃什么？早上吃牛肉饭。不要泡的，不要用泡的。还没有完哦。我对，反正那边是我的。我想吃哎。那你拿回去吃。家里面有水可以泡吗？